出发店一班在楼下了。他怎么来的？一班。一班过来。我们一起来拍照。你有没有十块钱？有啊。看他脸，你后面有个人。看他脸哦，他只要嘴角往上扬，就举手，你就举手。好丑。你说他还是我？他只要一嘴角往上扬，就举手，可以吗？好啊。好。3、2。哎。哎。没事吧？没有，是不是喷水？这是你照你的水，五秒钟之后，它的水会慢慢变干。变的。真的没有，我们刚刚试过，很神奇。就要开这个，你要照，好用，你要照，好用，怎么了？为什么你按就不会电到？你要唱首歌，不要唱啪啪啪。下一个目标电帅哥 ，Go！ 完蛋了，我要被电了。没有。出发，一分钟。然后你等一下看仔细，看只要微笑你就举手，让我知道。可以吗？嗯，好，微笑吗？不过，有啦，吹风机吹干。不是奇怪，为什么他那边有一个洞？红上一个很红，就是那个红外线镭射笔，它只要对着四周的地方照差不多5秒，然后那个地方就会变干，对吧？擦干了。你要试试看吗？你试试看。我要这边试试的，这边试试。好，那你试试看。压拍下去哦。不会啊。有点紧张哎。我被打了。伸手。太刀。我为什么还要做愚蠢的事情？他逼我的。不是，是你自己说。没有。我说不要，不行。你应该是不在，没有，你很兴奋，从口袋拿出这东西来。没有，我就不知道他那边想做什么。对嘛，所以刚刚电到这边嘛，所以我这样子应该就可以。对嘛，那电是这个嘛。对啊 ，OK 啊。你个。又没有乱跑。没有啦，这个啦。后面会电，这后面啦。对嘛，我这样就不会啦。厉害。对嘛，牺牲了两次。来还你。好，不要了。还你。你看他拿了房卡了。好了，还你。OK。我想送你啊，小礼物。送你的小礼物而已。记得按订阅，按喜欢。不喜欢的话直接退订。不喜欢也按喜欢。暑假有一个义卖活动，推销明信片。你拿明信片会放在哪里？好啦，记得买了做义卖啊。先是台中市西屯区樱花路，不知道几号。36号。在马克杯标店。可是全部看傻眼了，你敢做吗？你确定要做？你要做吗？你要做吗？我没有做啊，只有香，你只有香，不行啊！不行，你做啊？要挑战吗？我挑战顾包包，我挑战那每个设施前的顾包包。